您，请问要点石锅拌饭吗？哎，我们石锅就好了。那我跟你吃一锅啊，那个砂锅拌饭就好了。先生你好，请问要点九份芋圆吗？我们两个而言，我们两份芋圆就好了，两份就好了，两份就好了，两份就好了。哎，你去帮我买饮料好不好？好，你要喝什么的？随便拿。喝什么？五十兰好了。五十兰，好。啊，你这钱带不够哎，帮我喝十兰就好了。所以是一份糖醋排骨，那一份豆酥鳕鱼、嗯。那你们需要那个吗？九层塔蛋。九层塔，好好。好 OK， 但是我们三份就好了，三层都可以吧，三层就好，太浪费了。那三杯鸡怎么样？博美吗？我不要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要吃啊。那一杯一杯又一杯，那一杯就好了，那给他一杯。哦，那五根肠旺呢？我们这里也卖的特别好，多少钱？180。180，好贵啊！四根就好，我四根就好了。小姐，你们这边有卖一间电视吗？有啊。一间电视多少钱？42寸18000。那给我22寸半斤就好。哎，你要不要加上？我看一下，那个一条石斑鱼。哦，石斑鱼好。赵高伟，九班。先生，这是石斑鱼。石斑鱼九班，然后就在乱小而已。先生你好，请问你们这边有卖那个三星产品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都卖台制的哦。我是说我要三星产品。先生，那我建议你到路口那间店，然后他那边有卖山西、湖南、沈阳、四川的产品，买这边可能会找到。好呗，我去买一件鬼洗的牛仔裤啦。那、找阿妈洗就好了，阿妈洗的也很干净啊，后背盖就不晒了耶。宝贝，问你哦，如果你妈跟我同时掉海里面，救谁？我都不救，不救不救 Hanso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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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救。你知道大跟小的差别吗？大，你会吓到。先生，那个我要一条石斑鱼，一条石斑鱼。嗯，好。哎、欸，九班哦。没有，你们公少开。我都不救，不救，啊，不救不救 Hanson， 不救不救 Hanson， 不救不救不救 Hanson。为什么突然没有人上？被洗脑。我也拉屎了。来，再一次。3 2 N， 我都不救，不救，不救，不救 Hanson， 不救，不救 Hanson。宝贝，去买一件管钱牛仔裤。找阿妈洗就好了，阿妈洗的很干净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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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干净，干净。再正常不过的小鸡。自动缴费机。